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 LEGO Minifigure Series 12代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展开个袋口啦。但其实我已经知道这只是什么了，因为这只呢铺头买的时候呢，我就问可不可以有没有多一只这个 GenCon 天使啊。那个老细就说有，放心，就是这只啦。那就未展开的，他都是没有的。那姑且信一信他啦，因为都出了那么久了，应该其实佢嗰边只应该有边只噶啦，好，自开个袋口睇下有冇俾人呃先。好啦，袋口已经展开咗啦，我都装咗啦，果然冇呃我。又系战抗战士。如果想睇翻详细啲嘅介绍，可以睇翻上一条片啦。好，搞掂啦！今条片同埋上一条片嘅转矿战士，两只相同嘅，咁又有个盘啦。嗰个装甲其实上真系好靓，但可惜佢就冇出到啦，咁就嘥咗背脊嗰个位，同埋心口个位，可以嘅装多啲配件落去。好，我哋下条片再睇下开啲咩啦，下条片再见。拜拜。